那就继续我们的20保四了啊。啊，是的。对。你知道我已经开台了。fuck 前几分钟你跑去哪？你也去厕所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听到你要去厕所，那我也去一下好了。好啊，那就直接继续了。都说我的这个声音有点大，还好啦。不是，我说游戏声音呢？游戏声音我听不到，没差啊。好，算了，好了，就直接继续。回来了哈，然后接下来。需要往哪里走？哦，对对对，哎，不对，马的往哪里呀、啊？看一下，算了，你该不会像索隆一样路痴了吧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哦，需要往这里走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研究室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这玻璃可以打破？动这边 small 的哦，不要好了，我不想打破。往这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一个，看一下我上次 ID 是什么？小龙。哦。嗯。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记得上次是不是还有个商人在这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兄弟是不是挂了？没有吧？我都还没动手杀他哎、欸，哦，那就还好。挂了哎、欸，不对，这边也没伤人啊。不对，如果有伤人的话，他应该会就直接站在那、啊。算了，管他。他有没有火把、啊？怎么火把？没有啊，没火把。蓝色火把？没有嘞，那就应该就没有啦，因为每次他有伤人的地方都有火把。好像是。踹门。对吗？刚刚踹一次门，补血。这他妈的，为什么突然给我出现声音呢？等一下，我先走这边，我觉得那边有点怪怪的。看到第六感总是很不灵光。不灵光。看到是忘记放张莫德卡，灵光卡。灵光卡，等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哪来灵光啊？你也太久没玩单机。要走起了吧？啊，然后 open， 这是哪里？那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有个尸体在那边？哎呦，确定那是尸体？哟，你确定那是尸体？尸体吧，不然那什么？感觉像研究物啊。研究物，对啊。Lock， 锁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东西，看一下。目前这里是生化研究。生化研究。哎，这是哦，这个。哦，可以啊。Yellow, green, red。就先用 blue，red 的，副本二，哎呦，里面怎么都血？看了我怎么看不懂他在讲什么？就是说要那个有点像是，就是要把上面那一端给连接到下面那一端，但是它是要用颜色来。来分哦，我懂了。对呀、啊，好。等一下，有观众跟我说，就是看到这边的话，到这边是要怎样？要拿红外热线。哎，这边有东西、啊。好、哦，这是什么？钥匙。我今天又拉萨吉萨。哦，他火起来了。我闪 ！No！ 等一下，打得死他吗？打得死他吗？哇，小子，一点难看。Q
苏玉康纳获得经验值。好，我放弃。啊！等下，我小心点。今天那些家伙的生命，哎，真的有啊！哎，真的有啊！妈的！我的，那我怎么办？好了，这时候比较惊慌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先拿燃烧弹丢他们。你确定要燃烧弹？燃烧弹持续时间 很久，我过去的话可能连自己也播到。对啊，但是你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。哦，因为那个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角度嘛，这个角度丢，中，来你去看一下他跑法，快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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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 ，open 啊，哪边？这门可以开吗 ？open， 我刷卡，欸、你没有，我刷就是在这里嘛 ，open， 好了，我开了 ，open， 行不行啊？可以了吧？哦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嗯，没有，这只手，这只手，好恶心啊！那个，等一下，哦，这个就是解冷冻啊，所以我们是要拿那箱子里面有什么。先解一下附近的东西。是怎样？哇！哦，它还会动欸，它在动啊，这有点恶心哦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好像要跑了。好，真是，还有吗？在，没了没了，当然在，嗯。好，对。这啥？这啥 ？Infrared Sami， 天啊！红外线热感应镜。哎，是啊 ，The doors been。锁住了。那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是这个家伙、啊？等一下，刚才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拿来用？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哦，可以融合是不是？跟什么融合？跟散弹可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哦，就是要跟那个狙击镜，这样行吧？哪里？哦，原来就是要打那个白白的地方了。哦，死了，死了 ，yes， 我好棒。门开了，门开了。我有自尊。哎呀，再怕你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要爆头，你要爆头！不是爆头，不是爆头，那个很像左边的。要打他们那个白白的。那个不是很像红白流之力？哎、欸，等等，快！你要干嘛？哦，那么近那么大的物体，你还打不到？因为他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啊。哦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等一下，板块发作。平板我们绝对不相信。啊，靠腰，我忘记买线。是啊。哦，是。
可以跳。我一直在那边浪费弹药哎，好累哦、喔。忘记啊。充用那个黑色大电池充的，充电的不管用。在你可能充饱啊。嗯，我早上充饱了啊，我早上的时候再把这条线拔，先拔回去。晚上不用起床的吗？这条线可以先拔回去啊，先拔到我那边。有什么呢？是哦。嗯。有两个。哎。有的不一样，它的那个头不一样，所以没有没有用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充电好了吗？所以我们还要再找钥匙，然后再找钥匙。刚刚白神，你刚才那一段可不可以稍微消音？还要找钥匙啊？钥匙要去哪里找、啊？刚刚白神，我刚刚跟我妈讲一些事情。哎、欸，来不及了，我也消不掉。好，只是我哎、欸，他要找钥匙，然后我不知道钥匙要去哪里。钥匙啊，刚刚地图 map 可不可以打出来？Map 没钥匙啊！啊，我们要去另一端啊。那你要去另一端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看那边不是有 have key 吗？他没有写 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 ？This must be a car key. Why？ 哦，钥匙转换器是不是？哦，好帅啊！这什么鬼？好，快离开这里！我不想再跟那些怪物搏斗。那根本就是啊，废话！这游戏里面除了主角以外，还有谁是人？啊，那些爱什么爱的呢？爱什么？爱不完。啊，那些女主角怎么办？不是，也不是人。女主角，他们是人呢、啊，他们是主角。主角的，哎呦，我听到声音了。走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看到了，敌人都在前面，所以这个。哦，夹娃娃机啦！哦，有没有看过康纳夹娃娃机出一点的，一次夹两个。嗯，好。天哪！啊！哈哈，遥感。对啊，夹娃娃机，夹娃娃机啊！哈哈哈。抓到一个，拜拜！啊！搞笑啊！夹娃娃机啊！下面是焚烧厂标。得了，得了！啊！夹吗？啊！哦，夹完了，夹完了。真的是夹娃娃机的，还、啊、有没有礼物、啊？哎、欸，有礼物哎、欸，礼物在前面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哦，不是，礼物在这边。药厂。哦，又有礼物了，还有吗？还有暗山，没了。哎，快消。哦，还是药厂啊。药厂就不错了啦。我要的是弹药啊，我怕的后期要打 boss 的人打。过期的弹药，有没有人？没人。拿起来。哦，有人跟我说这个，跟我说黄色药草是可以增加生命的，生命最大的。哦，他会吃黄色药草，他就真的会加了。对。那就色嘞，先红色的话，就好像加到最满。好，搞定。刚刚为什么不要吃？吃什么？吃黄色药草。先不要，先吃不多了，还 OK 的。耶！
没有啦，最好要是我的话，我是把它加到最满，加到最满是最安全的。加到最满。对吧？不然的话，假如如果那只 boss 轻轻摸你一下，你的血量就瞬间被吃掉40个了，你就惨了。小。哎、欸，红色弹药。对。哎呦，你有非常血。Help me, help me！ 哦，好了，小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吵？可不可以不要吵？哈哈，你好 ，Help me！ 这个时候就是要利用反射角度原理。喂，没错。反射啊，丢错了！砰！丢错了 ！Worry, worry！ 来吧，来吧，来了，我看到他们影子了。来吧，哎、欸，刚才不要再看一下，说不定他不理你。哎、欸，来来，哇，这么快 ，one kill， one kill，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小心按到，浪费发力了 ，two kill， 哦，还没，他没死，就用小枪打他那边，好，搞定，有没有 ？double kill， 好啦，不要吵了，我来了啦。亮力量！暗三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暗三呢、欸？啊、哦，你心怎么那么黑啊？暗三还敢说心黑成这样？暗三是为了救他啦 ！Open， 你不要害我任务进度又变那样。等一下，我听到有人拿电棒的声音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来来来。后面有人吗？没人。后面，刚刚要不要注意看那个柜子有没有人？来柜子。啊，你刚才转到哪一个角度？好像有看到柜子。哦，你来来来来来，那、啊、就是他啦。他说他是同人，他拿着双剑。ouch ouch ouch！ 常常我道钢短剑。道钢短剑呐。啊吧！哦，妈妈妈！爆头嘞！要死我！康纳的爆发力有如雷霆般的恐惧啊！哦，他冲过来了，他像个同人一样在那边砍。哎、欸，不要闪！这左闪！不要闪啊你！你左闪打他脚了，康纳不要打头了。拉丝去！哎、欸，真的不要打我啊！真的，他一直闪就打他的脚，他被打啊！踹他屁屁！走开啦 ！Nice shot！ 好，他一刀捅他两刀捅他三刀。哎，我又耗弹药了。没关系啊。我听到不该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来来，我把你给你啊，拿锤子吧，对不对啊？我小刀就赢你了，来呀、啊！哎，要不要来呀、啊，王八蛋！要不要来呀、啊？哦，好吧好吧，我输了，拿盾牌，要你。菊花开，这个信不信我小刀捅？有没有？来信来信，来捅他一下。哎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可以啦，踹他一下，踹他一下，不能不准。嗯，打他脚，打他脚，不要打头，不然的话他变身那就好笑了。Oh my god！Ouch！打脚啊！他把他就让他给，你看他跌倒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就做出这个动作了。他把嘞，才叫帅啊，对不对？让他跌倒啊！要是我的话，我是先让他失去行动能力。失去行动，我比较喜欢看到他们头上马上配掉那个配血。不要忘记，他们是外星物种，
外星物种。你爆他的头，他还可以长一颗头给你看。是，脏。刚刚那个是我那个肚子的 X 变光片。你的肚子怎么又多一根？我现在一定要省弹药了，又后期啊，他就越来越难打了。队长，那等一下。哦，存档点，好，先存档先。我们看到了一个，怎么又是这个声音呢、啊？哦靠耶！呀不了呀！算了，那个就假装先饰演我。我要先就是我，远离他一点，远离。看到要不要用隔枪打他？我要把隔门用这个啊！来，我看看，我还有四个点，一点不中，一点中了，爆一。两点，他重生，他重生一点点而已。我来，最后一个。Good job， 他肚子要整个爆掉了。射他脚，射他脚，射他脚，不用犹豫他。对，让他这样。先远离他，远离他。当然，以后看到一些那种很怪、很难打的，第一个动作射他脚，让他无法行动。我知道，射到脚后面。我听到他重生的声音。他就要先射他脚嘛，对不对？射脚，哦，我就射脚。没中。死。死了。哦，要死。终于。好了。不然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风雨啊！哇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是液态化合金。看起来好像不是啊。非晶态合金啊，那是非晶态合金的。非晶，你的头啦，非晶。啊，不然是点滴啊，对，点滴。点滴耶，等一下真的把你电死。不要了，不然那个黄金矿，对，黄金矿。O 开头是那个黄金棒。有了，好，啊，这里还有东西，有吧？你就随便开枪轰轰就好啦。这个明明就锁住，为什么不能开？为啥？哦，这个就可以开，那个就不能开？搞屁哦！对啊，开不起来啊！妈耶！好吧，好像没什么东西。继续揉 ，keep going。有鸦哎，乌鸦就随便再中一只。你好，我看到你的黑暗。可以。红色钥匙。好。Welcome. Got a selection of what are you selling? 我这次不会再把狙击枪弹药卖掉。上一集我做了这件蠢事。那个叫做康纳麦眼睛有问题。这样哪里？
我已经带看他去看过一次，所以应该没问题。啊，对，好好 ，Thank you。啊哈，我靠，上错了，啊，无钱了。刚刚你可怜哦，你无钱，我可怜。啊，不要打，你把我的兄弟给干掉了。哎呀，我可怜，你跟我可。还不是每次都花钱花在你那个白痴身上，没办法，你已经花了100多万在我们身上。对，死没良心的。好吧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。This is Leon. Request backup. I repeat, request backup. Damn. 啊，这边总是一定要演成这样的。怎么通那个联络本国人？也不知道怎么联络资源就是没有，一定要演成这样才会干一杯，才会爽。好。践踏黑暗的世界。喂，喂，钱，哦，钱，哦，干嘛？我在跳舞啊。别在我视频上跳舞。哦，钱，哦，左，右，左，右。好，算了。然后旁边有三个评审举了一个分数，0分、0分、10分。那是你吧？我跳如此完美，零分十分，十年头，没有怪吗？要怪吗？不要给我搞基哦！啊，没怪。嗯？哦，没事，看见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啦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吧。再继续去救 Ashley， 虽然钥匙已经拿到了，可是我看到我已经有点累了。啊，今天已经玩了玩疯玩一整天了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，先这样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